这块呢，我们会用到烧针的烧针术。好，看《针灸大成》的时候，啊，叫做盘针，就是用火来烧。好，那使用的时机呢？时机很重要。好，这个时机，啊，最常用的时机呢，是两个最常用的时机。第一个呢。 就是一般的用的，我们现在俗话说脂肪瘤，好脂肪瘤，或者一些黑痣，你上面有这个，好一一般来说我们是属于良性的，良性的我们用烧针，好那良性的皮块呢，我们摸到皮肤表面的时候，它都是呈圆滑状，好非常的光滑，那即使会长好那没有关系，它是良性的。 啊、哦，在良性的肿瘤上面，我们都可以做啊、哦，手触诊就可以知道。啊、哦，那如果是恶性的癌症的时候，它的硬块呢都是呈岩石状，啊、哦，非常的硬，而且表面呢非常的粗糙，啊、哦，而且不规则、不均匀，这种呢就是所谓的癌癌肿块，啊、哦，手可以摸到的。那癌症恶性的肿瘤呢，不要用这个刺法。 良性的是消的非常的快，好，消的非常的快。那这个这是第一个时机，第二个的时机呢，就是那个里面化脓，当化脓的时候，那个那个那个脓脓、那个、血很多，好，那我们呢，我们是用我们先用火罐上去把那个龙头抽出来，龙头啊抽出来，好，如果伤口大，我们就用大的罐子，我们的罐子有各种不同的尺寸。 把它抽出来，抽完了以后呢，我们用烧针，哦，烧针进去。那一般龙头的龙头的话，我们会用这个披针，啊、哦，这个披针，披针呢就就是我们介绍九针中间，好、哦、正中间那个扁扁那根针，啊、哦，那像剑一样，哦，烧热刺进去，好、哦。那烧针呢，如果我们是化脓的时候，针是比较大，好、哦、比较大，刺在那个里面让。那 等于是烧灼它，啊，那当然西医也用烧灼法来止血，啊，用烧的方法，我们又用针灸有烧针，那这个如果是治脓的话，这倒无所谓，这个在手法是什么？就直接在伤口的地方针下去，好，那你会听到呲啊一声，病人不会痛啊，病人还好说爽啊，好，那个烧，那这个如果说是皮块的时候就。 就不是这样子的哈，我我画一个，这个是侧面看，从上面看的时候，一个皮块嘛，圆块是这样子的，侧面看是这样子，子啊，所以下针下去的时候，我们叫三针三针法，这是现在讲烧针，所谓三针法呢，第一针从上往下刺，刺完以后。 我们第二针再从前面往后刺，往这边刺；第三针再从一、二、三，是这种刺法。好，那只刺三针。正面看的时候，从上面看的时候，这边一针直下去，然后从另外一针从这边下去刺到这个中间。第三针呢，从下面刺过来，这样就这样就结束了。这就是烧针。那烧针呢，我们是这样子做哈。 这个过去呢，我们是用蜡烛啊，蜡烛。现在呢不用了，因为那个我们针烧的时候速度很快，那个针很细嘛，哈。所以看我这根针，好，这根针呢，平常我们是用二十八号，二十八号比较粗。那我现在是用三十二号示范给你们看，这、就是三十二号针，麻油。 哦，你不要用汽油啊，不要那么没有 common sense，麻油，啊、哦，麻油不会着火。你的汽油哈，你试看看。啊、哦，放到麻油里面沾一点，沾下去以后呢，烧的方式呢就是斜烧。所谓斜烧，注意看哈、哦，针这样子斜下来，哦，这样，啊、哦，直接这样在针上面烧。那你看麻油就会滴下去哈、哦，在这边烧一烧。然后呢，烧完以后再沾一次哈、哦。一般呢，我们是烧三次。 好烧三次，那平常我们做的时候呢，啊，做的时候是有一个助手，啊，你看一烧那个那蒸下去，有个助手在旁边帮我们烧好，烧好了一蒸就直接吃进去，因为你这个是烧过很烫，下针的时候速度很快，嗖就进去了。好，那上面一针，下面一针，旁边最好有个助手。好，那你在吃完，他来帮你帮你帮你,帮你再安排，帮你烧烧完以后你就这样吃，这是所谓的烧蒸术。 啊、哦，那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第二天当场烧完以后，你看第二天肿块缩的很小，啊、哦，还一点再烧一下，可能就没有了。平常那么大的，大概两次就没有了。啊、哦，那肿块很多人生在背后，很多人生在手腕、阳池的地方。哎，怎么老这边长个肿块在这边？好、哦，肿肿一块起来，啊、哦，包括突出的软骨都可以。 用这种方法，烧。这个呢，第二种我们治脾块的，啊，脾块是硬块，有我刚刚讲，有长在这边，反正都是良性的，啊，爆刺法，我们又称为飞飞针，啊，引气法，导引的引，啊，怎么个飞呢？啊，你不能乱飞啊，啊。 这是从上面看，呃，肿块的上方，啊，我们只有一针，就一针，哦，这个针呢，侧面看是这样子，哈，这是肿块，不管它是软骨还是脂肪瘤，脂肪瘤通通可以这样做，针从这边下去，下到底端，好，针下到底端，下到底端你会知道，因为我们平常扎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拉起来，拉起来的时候，手就抓到那个肿块，你直接下进去。 下到底部，下到底部以后呢，左右捻捻，左右捻一下，我们叫做燃针啊、哦，燃左右捻捻，啊，提上来，提到皮层，提到皮层以后呢，这个角度刺到这边，啊、哦，好、哦，从这边看，提到皮层以后呢，前面刺一针，下面刺一针，左边刺一针，右边刺一针，顺序倒无所谓，哦，要刺八个，刚好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哦。 吃完以后呢，吃八针。吃完以后回头再回到原来的点，你不是你手法是这样子哈？针进去以后你提起来，针头要快到皮层，你才有办法转针嘛。啊，不然的话，针在下面，针在下面你怎么转，对不对？所以一定提到皮头，然后转过来以后，针下去以后，左右捻一捻，拉出来拉到顶，再转过来左左右捻一捻，再下针下了这边来，再扯出来再左右捻一捻。 这个进去到底以后，左右捻一捻，再提出来，然后再到底，然后再再再刺过去以后，到了底以后再左右捻一捻，到了边际，好你可以摸到针的，那你不要让它刺出皮肤来，好，那很多比较粗鲁的呢，在那边刺，你看一刺刺到自己手，因为它穿出来刺到自己手指头，哈、哦，所以你不要刺到自己手指头，然后到底以后呢，捻一捻到边，到它的边际有没有？有个范围嘛，哈、哦，到了边际以后，好，到了你捻一捻，拔出来。 拔出来以后，到了皮层以后，针再立起来，再往那边去刺，啊、哦，连续刺八针，刺完以后呢，针回到原处，针回到原处是不是在皮层，对不对？这个时候下针下到底部，然后左右拧拧，针提出来，就就就结束了，这手法就做完了，啊、哦，那这种方法呢，肿块也是第二天你看哇消的很快，哦，尤其是在羊池，我们做了很多羊池，还有那人生在刚好生在那个。 沉浮的地方，我们现在都有穴道了哈、哦。沉浮就不要讲屁股了嘛，多难听。沉浮穴，对不对？它这边长一个，长个很大的脂肪瘤啊，就屁股一坐下去就痛啊。为什么？那个脂肪瘤正好在下方，会顶到摩擦。本身脂肪瘤不痛，但是你想想看，你每天要坐，坐来那边的时候，下面都是顶到，磨得很难过。那个针下一次，这、就、个、是、这种暴治法，下一次第二天就没什么感觉，还有一小块，但是坐上去就没有感觉了。好，第二次来的时候，本来第一天要手上这样子抓的那个肿块，第二次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 这杂事就没有，好，这个，所以你治的方法很重要，好，这就是我们治脾快，啊，治脾，那这个呢，我们叫流气，好，流气法，好，流气，那按照书上，好，生什么用九十啊，提六十啊，这个诸位呢，好。 这个是一个所谓我们飞针引气的时候，就是补泻同时会出现在一个针一个针头上面，补泻同时会出现在一个针头就是这种啊流流气法。那这个是最简单，我们最常用、最实用的啊。那你说老师我不喜欢用烧，呃，很很很吓人呢、啊，你可以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然后效果也是一样。 但是如果有脓阳的话，化脓那种东西，好，大的脓疮的时候，烧针要用到，好、哦，烧针要用到。好、哦 <coughs>，再来呢，诸位看这个运气法，好、哦，运气法，好、哦，运气法。这个运气法呢，专门是我们治疼。 啊，这疼痛啊用的非常的强烈的强烈的疼痛啊。那我们痛呢分四个层级，好、啊，经络上的我们所有的经络上外外面的肩膀痛酸背痛酸痛经络上我们分四种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呢就是就是痛，这个呢我们称为实症，好、啊，那实则我们要泻它。 对不对？要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上堂课讲过的，痛中哦，痛多酸少，这个时候我们是先泻后补，所以补泻的手法一定要熟。第三个呢，如果是痛少酸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先补了。 后泻好，第三个、第四个呢？酸或是麻，这个是最不好治的第四阶段。那这是我们用纯补、纯用补补的手法，补的手法。那一般来说，刚开始是这样子。所以病人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是痛，这种一般都是很短、很很很浅的痛哈。别人。 痛了几年以后，痛痛痛，到回来都是酸麻，酸麻是最不好治的，尤其是麻，麻最不好治啊、哦。对，要花比较还是可以治，但是要花的时间精力比较多一点，好、啊、要多扎几次针啊。那这种痛的话，可能一次两次就好了，有时候一次就结结束了，有时候当场就好了，针下去就好了。好、哦，那这个 <coughs> 我们分四个层次。那运气法呢，专门治疼啊，是一种比较好特殊的一种手法。 好，这个呢，这是一个制成的这个运气法,是法，是一个强卸啊卸法啊，是一个卸法卸的一种手法，卸卸法哈，卸的法子。那我们呢，举例给你听，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呢，正面啊。 两个腿到脚号，这样脚是这样。他呢痛，我、哦、这个痛呢在胸腔痛，痛下来你一看，哎、哦，这是我们学过了，我们叫足在足阳明在胃经上面啊，胃经上面，那胃经上面。那如果我们做子母补穴，比如说做内庭穴，就是它的实症嘛。好，我们做这一针就好了。啊，那如果说达到实症，内庭穴，它痛还有，痛好转但是还有。 那怎么办呢？给加重，好加重，加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足阳明胃经的原穴上面下针，冲阳，好冲下穴。那冲阳穴或者是络穴，好，我们都可以，好丰隆穴，对在原穴络穴上面，我们还有在膝穴上面，我们都可以不分虚实，我们都可以直接下针。针下去了以后，比如下的原那个冲阳，我们这个运气法就是好，因素六才六，好。 因素六的时候，针扎到皮肤里面去以后，比如说这是人体，冲阳就在这边。我们针下去以后呢，哦，这个提到引到气，左转右转，并且有酸麻的时候，好、哦、气到了。泻的方法呢是数是六，哦，那补的数数目是九。那我们用，如果说在冲阳这边，因为脚这个脚掌这边呢，好、哦，我用我用手，比如这个冲阳穴，哈、哦。 通常在这个差不多差不多脚的这个地方，那因为这个地方你如果做擦皮法的话比较痛，对不对？我们就连转法。那胃经是这样子下来，从上面胃经一直到这个这个脚趾头啊，第二个指头这边到。那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胃经是这样走，所以我们就逆气而泄，好、啊、逆气，很快的转过去，慢慢慢慢回来，啊，很快的转过去，慢慢慢慢的，就是意思就是让气回头走，啊逆气回泄，那、啊。 当你做完六次以后呢，啊，做完六次，做完以后呢，把针转过来，我是并在左边，对不对？这个针呢，稍微偏左一点，刺吧？意思就是针针的针尖的方向对的痛的地方。好，我现在讲了，如果一个女孩子有个乳房有个硬块，正好是在乳中穴的下方，好，那。 你可以他对面的吸穴，比如胃经足阳明胃经的吸穴是梁丘，对不对？你针在梁丘泻六的时候，到最后提起来，然后针稍微偏过来一点，对着左边的乳房刺过去。补泻做完以后，泻的做完以后，你对着那个病痛的地方刺过去，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运气法。好，运气法。 那一针针可以留在里面哈，比如说留二十分钟，十好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然后再取针啊。一般我们卸的时候，我们的针拔出来，先不要按针孔，让气往外泄啊，过个过一下再去按针孔没关系，再揉揉嘛哈。不然的话，你在做骨卸，病人不懂啊，病人被西医训练的，打完针的酒精棉花按一按，他已经被训练成这样子，因为他看他看你拔出来居然不按针孔，这个医生有问题。实际上他不知道我们在这叫门针。 好，门针，好门法，门就是说做补的时候，我们针一出来马上就要按，不要让它气泄掉。泄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就要等一下，不要急着就按针孔让气泄出来。好，所以你一定要在做针灸或做什么，一定要知道自己心里知道你在做什么啊 <coughs>。再来呢是运气法，完了以后是提气法。 这个提气法，这个、提气法专门治疗很顽固的冷麻哦，又冰呢又麻，非常的顽固的哦，麻的，遇到这种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提气法。诸位看这个《针灸大成》卷六啊，一百二十六页啊、哦，这个提气法、哦、那。 我们下针的时候呢，一样，我们选穴按照经络取穴，啊，比如说我们昨天在下针的 demo 的时候，在头这个地方拿三菱的地方麻，然后我们知道是胆经，胆经的时候我们在侠溪穴上，因为麻是虚症嘛，我们用侠溪穴来补。 那你可以在胆经的原穴，哦，或者胆经的本穴，比如说灵气上面，哦，你在原穴，因为你做母子母子穴还是母穴的时候，你针下去就已经是补了，不需要再去强化它的补。所以平常我们做这种这个所谓这种啊、哦、运气法啊提气法都是子母穴道下去以后呢，病人病痛还在那边，这时候我们就加强它的效果，我们会去扎原穴，啊、哦，原穴或者是本穴。 好像他的胃那个胆经的本穴就是灵气，那你在真的灵气下去以后，在灵气上面来做这个提气法，那提气法呢也是一样，我们提也是六数。好六数，那这个哦从因数就是六，一样，好像是泄的手法，好像看起来是泄的手法，好，那。 轻轻的六次，一样做阴数的六啊，阴阴的六。做完以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冷麻在皮肤表面上，冷麻在皮肤表面上，那你针头对的冷麻的方向，好，比如说这个病人是这个右边，他躺在我们是这个是两个脚，病人躺在那边，我们在这个灵气上面做他左边病人的左侧的头麻的时候，一样在在本穴上面我们做，好、啊。 这个连转法没有连转法哈，我们做六次，做完以后把针提到皮层，因为它在皮肤表表面嘛，针提到皮层，皮层以后把针倒过来一点，对着病的方向放刺刺进去，让它停在里面就好了。好，停在里面，这是一个运气法。好，运气那、这个这个运气法，这个这个啊，抱歉，提气法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你要有观念哈。好 比如说一个冷麻一直在这个地方，这个气血在那边走是走向，那走到这边的话，因为气血问题过不去，好、哦，所以它才是这那个里面里虚的状况，它是扁的经脉是扁的，它里面是麻。那我们用这种手法下去的时候，好、哦，用这种提气法下去以后，因为你在泻它，泻它的时候，它精气的非常的往会从啊、哦，我们这个这个是胆经嘛哈、哦，这个胆经前面呢是。 害胶、椒子胆、丑干头会从三焦经的气血会进入胆经，所以一路整个气血会大量的气血会进入胆经，因为你在当地泻它，所以对冷麻、玩麻的现场都可以效果很好。好，再来呢，这个中气法，中气法呢，专门我们是治累积，所谓治积，比如说痰里面我们要叫积，淤血块也叫做积。 水停在肺里面，水停在腹部，少腹肚子积水也叫做积，啊、哦，大便不通也叫做积，啊、哦，那我们这个中西法呢，能够除积，啊、哦，就是专门清除这种累积在身体里面不必要的东西，好、哦，那这个积法呢，跟刚刚的这个提气法正好相反，啊、哦，正好相反，我们这个中西法跟它。 这个冷麻呢，记得哈、哦、是虚，中间没有东西，经脉是扁的。中气法呢，我们专门治积，积积就是实啊，好有东西在里面啊，有东西在里面。那、哦、我们下针下去一样，好、哦、做这个这个这个六数阴六数阴哈，我们都用泻，六数阴做完以后呢，把针拿起来，逆着方向，逆着方向。 比如说，我现在要清大肠，哦，那我们知道照海穴、立支沟、照海是可以活络大肠的。好、哦，那大肠呢，足三里胃经的那个好，上巨虚、下巨虚也是可以啊、哦，因为它是胃经，它大肠的募穴天枢。那这个就是无所谓什么子穴、母穴。那我们在胃经上，这个足三里上面做，或者上居区上面做，你这个叫临证啊，看病人哪个穴道比较方便，或者你是你在照海上面做都可以。那。 一样，阴数泻六，泻完以后呢，逆着针头。比如说，我们要去它的大肠的积，我们的针不是对着大肠的积，因为这是实，我们就反过来对着身体外面走，跟病灶的位置是相反的，哦，相反的方向。这是去积，啊、哦，专门治疗鸡，我们的去鸡的方法。好、哦，比如说，我现在讲，我们很有名呢，一个穴道叫做丰隆穴。 这个丰隆穴呢，哦，在胃经上面，这是膝盖，啊、哦，这是大腿，这是外侧哈、哦，左左腿，好、哦，左外侧，好、哦、腿，那这是外踝裸了，在胫骨外面的胫骨，我们这边两个骨头，我们以这个为主。 两个和外踝骨连成一条线，正中间这个穴道就叫做丰隆穴，好、哦，丰隆穴。那丰隆穴呢，是我们中中那个针灸里面呢，好、哦、是治痰的名穴，非常有名的穴道，好、哦、去痰的化痰的。那这个痰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鸡。哦，病人呢你会听到呼噜呼噜呼噜，胸腔里面一大堆那个痰声，哦。 那、哎、我们怎么这样子去这个积？这个中气法，针呢？要病人脚不要这样子摆啊，病人平躺，脚放平，平躺。啊，我这只是告诉你穴道怎么走。人平躺以后呢，针下好，我画起来给你们大家看好，简单的画一下，这是病床。好，呃、就是，枕头嘛哈，病人头躺在这边，鼻子啊，嗯，下巴，脖子。 胸部、腹部啊，胸部，我要壮一点，肌肉男，肌肌肉男啊。让你看得比较清楚，腿脚这样子上去，然、啊、后腿这样子啊，腰还有一点，那个多多壮啊，这样子。那知道这个方向以后，我们丰隆穴在这边，对不对？好，针下去，左转右转，引到气了，引到气了以后，把针提出来。 提到皮肤表面上，提到表面上以后，我们先呢把针斜过来，对着病灶的方向下针。下针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对着病灶的方向下针？这个可以引动寒气。啊，下针。这个斜刺四十五度，斜刺进去以后哈，用泻的手法逆针而转，泻的手法。那你泻是不是六？泻完以后呢？ 提针提到皮肤表面，不要拔出来了哈，再转起来，立起来，然后过来四十五度，对着身体的方向就把痰引下来。好，那、哎、两腿都可以做，然左边丰隆做完做右边丰隆，啊都可以。好，所以这丰隆穴除了可以丰胸以外，祛痰的明穴。那很多人的病人都有痰，小孩子咳嗽、感冒、发烧都有痰，还有人癫痫的也有痰，中风的也有痰。 啊、哦，很多人痰，啊，还有痰裹在喉咙里面吐不出来，要插食管了，因为痰在里面。好，那你开了喉管再抽痰，我们风龙穴都可以去痰。好，风隆穴。这个提气法、中气法完了以后呢，再讲下面四个我们的非经引气哈。之前呢，这个我要跟诸位。 回到我们的天干，天干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介绍天干和地支嘛，对不对？可是这一次我讲天干的时候，那个我排列的方式稍微有点改变啊。你们跟着我的思路走，从此你就不用背了，不然你背不起来。尤其像我年龄那么大了，会忘掉。啊。背的方法呢？好、啊，甲乙丙丁。以 五，按照我的方式写，几呢？庚、辛、壬、癸。好，那这两个呢？你们五行的时候，阴阳五行的时候，你们比较会记得，就是老师木火土金水，我记得最清楚，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在用嘛，木火土金水，对不对？就用木火土金水，木、火。 金，这是一个取巧的方式，木火读金水。当你去看书的时候，他说：甲己合化土，乙庚合化金，丙辛合化水，丁壬合化木，戊癸呢合化火。那我不告诉你的时候，你开始背了：甲己合化土，乙庚合化金，会背，结果走走在马路上踩了个东西，一摔倒，回来。 甲己合化水，啊 <laughs>、哦，所以判浪会错误，啊、哦，所以要相信自己，相信这种我们取巧的方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取巧，治学问不可以取巧，但这个地方可以取巧，不然怎么记嘛？那么多东西怎么记？好、哦，从这里木后堵进水。来讲歌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甲胆，老师我知道了，我们在前面添上个甲胆乙肝，丙小肠，丁心，戊胃，己皮香。 己是脾，对不对？啊，根属大肠，啊，心属肺，肾属膀胱，啊，膀胱，魁是什么？肾脏。好，那这个天干歌呢，就是本穴治疗胆经的本穴是什么？灵气，灵气穴，这个就是我们的灵气。 所以说，灵气呢就代表胆，脾呢太白，本穴就是胆经是木，那灵气就是木，所以灵气就是它的本穴。脾经呢是土，脾经的太白穴就是它的什么本穴？因为脾太白属土，知道我意思吧？好，就,就这样这样子来的。那肝呢是二间，大肠呢啊不抱歉哈，肝是行间，大肠呢是二间穴。 小肠呢是阳谷穴，啊、哦，肺呢金曲，金曲穴，啊、哦，金曲。那、哎、心呢是少府，膀胱呢是通谷，胃呢是足三里，啊、哦，肾呢是阴谷穴。 啊，阴果穴，这个就是它的本穴，本穴，啊、哦，本穴的属性来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名称，称之为呢五门十变，十种变化在里面。啊、哦，五门十变。那这个五门十变呢，你一定要熟，按熟，啊，不要到时候。 要需要的时候去去去想，去去去去翻书翻小小抄，好。这病人，你等一下，我看一下是什么好。那病人会很紧张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需要木，前面五个病，那为什么需要木？哎、欸，你遇到火的实症啊，火的虚，抱歉，火经的虚症。比如举例啊、哦，我现在手酸，哇，这里好酸了、啊，小肠经，对不对？ 小肠经很帅，小肠经是不是出火？对不对？那老师我查后期一看，没有后期，因为少了又手。对侧的什么？灵气，灵气是,什么木是不是木？知不知道？木生火嘛。所以灵气穴本身是胆经的本穴，它的属性就是木，是不是可以治小肠经的实症啊？虚症？抱歉，小肠经的虚症。同样呢，灵气穴可以泄膀胱经的什么实症？ 现在有个病人来了，哎呀，我头好痛！我从后面那一看，这是膀胱经，几天两天。想想，这个将来是要做岳母的，膀胱经的止血呢，竖骨很痛，对不对？扎了以后，万一说女儿不嫁给我，那不是得不偿失？可是一不至于不行啊，对不对？灵气穴，因为灵气的比较不痛嘛，而、啊、不像那骨裂很痛，拿个小针很细的扎到灵气上面，这是对付拔结岳母的方式。好，那这个灵气穴下一定是对面。 所以你一下灵气的时候，这身体会产生木，那水的实症是不是在木可以卸掉？所以膀胱经的实症我们可以下灵气，小肠经的虚症同样是灵气，就这意思。这是本穴治疗法，本穴就是该经的属性相同的穴道，听懂了吗？好，那如果说老子啊，我下了一阵灵气，对不对？ 我岳母肩膀还在痛，啊，还是背还是痛，啊，头还是痛，怎么办？我们可以加强一看膀胱经，它是实症，膀胱经是不是水？木是不是它的子？我们要想办法壮木、强木，对不对？丁任合化木，这丁任呢是手的少府穴，手握拳，两个指头中间是少府，这个小指和无名指中这个是少府。 止中无名指和中指中间是劳宫，你在少府下针，对不对？少府下针，脚了通谷穴，那这两个针是很痛，哦，很痛。所以你遇到这个，反正我跟老婆要离婚了，对吧？希望岳母来帮助助一把，免得有家暴。就下一下就就是要他女儿跟你离婚，这个女性不能要，痛死了，对吧？啊、哦，所以你临临床上非常的灵活，啊，看你怎么用。 好，这是第二种变化的方式。第二种变化的方式就是两个穴加在一起，又生成另外一个属性出来，用这个属性去做它的子母补血。当你在用本穴的时候，因为本穴本身就有阴阳五行的属性，对不对？灵气就是属属木啊，灵气本来就是木啊、哦，甲乙都是木嘛，哈、哦，甲乙都是木啊、哦，这个是土。 我给它写下来哈，就是木，就是木，啊，根呢是金，啊，这个小肠呢是火，啊，这个心呢是火，木火，这个脾是土，啊，脾胃是土，对不对？那这个肺呢是金，肺也是金，大肠都是金，啊，大肠都是金，膀胱和肾都是什么？水，啊，所以它一个本穴呢。 比如说二尖就是它的经，啊、呃、太白就是平的土穴，所以一个穴道你只要扎进去以后，血性，五行血性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五个门呢，第一个五个变化就是，该经的本穴可以做子母经的补穴，第二个就是两个穴道加在一起，可以强化五行的力量。 啊、哦，强化武器的力量。好，现在你没有观念了。我们现在身上的穴道有一个病人来了，糟糕，穿了个盔甲，手肘你上，通通被铁盔甲罩住了。那你背后也不能砸，但现在是肝硬化、肝病，那你那个肝木、肝的木奇门穴也没有，肝素也砸不到，就盔甲穿到，只能在手脚上下针。这就是我们的肘后歌，哈，是手脚上下针。好。 这老师这不是考我吗？对，好，你一定要用各种的方法，就像我,我们又回到当初，病灶在这边，你要用各种的方法都能够达到病灶的位置，才是个好医生，好，才是个好医生。因为现在有个女的，比如真的有那个到现在哈，还有一些国家，这个北非的国家，很多国家，这个印度那个女的你就跑出来，你不能看到她脸了、啊，你看到脸要她,她，你要娶回去了，那万一很丑怎么办？对吧？那你就对、啊、逃走了。 那所以说，我、哦、我不用看，哦，手脚露财就可以了，或者今天来一次尼姑，对吧、啊？好不方便嘛，总是会遇到这种情形哈。你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现在肝有问题了，我们需要去强土，再去强水，这叫做缓治。因为肝木有问题的时候，没有问题的时候木去生火，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木去克土，啊、哦，所以我们先强土，强土就是强土就是石皮嘛，哈、哦。 要把脾脏强壮起来啊，这是基本的基本的一个动作。食了脾以后，我们再去撞水，好让水强起来，这是治疗缓治法啊，缓治，好缓治。那缓治的就是正常的手法，那我们就要去强土。那你说老师，夹己合化土，对不对？所以你像胆经的灵气，脾经的太白。 强土了，再砸足三里，胃口会开吗？对不对？砸完你说这个，我再给他灸，都是很好的动作。哦，灸足三里，就强土了。那我们要壮水，金生水是不是？同时我们下针，肝经的行间、大肠经的二间，下去以后，生会好、哦，会有金产生。在这里我们是要生水，生水虽然我们是取这个哈、哦，取小肠这个。 这个小肠经的阳谷跟金曲，小肠经的阳谷穴后面，大肠经的金曲穴，列穴金曲呃，啊，抱歉，这个肺经的金曲穴在高骨下为金曲，当阳谷跟金曲两个同时下进去了以后，就是水就撞起来，水会去生木，这是撞水，这是反制。极致呢？好，极致。 老师，这个人来了，肺里面已经积水了啊，肚子很大的积水，那那水要先排掉啊。好，那怎么办？金克木，好，金会克木，我们那个木头乱长了，长得太密麻，我们要木要疏嘛，好、哦，所以你看那个台北市政府常常有些工人呢去把树杂枝剪掉，那个树才会长得很好啊。啊，长得太密的话是不是死掉？那干干的应该长得很多对，我们就把金要取它的金，就把肺里面清干净。 肺里面没有积水的话，病人就不会积水，水就会退掉。好，那急症，那我们要针经，这个时候下针，好、啊，肝经的行间，大肠经的二间，啊，双手都下，好、啊，所以两个穴道是四针，这个时候用金具字幕来排水，这个时候同样是要再去强土，好、啊，强土是固定的，我们在治急症的时候，急症或者缓症，我们一定要想尽无论如何想尽办法，让、啊、病人胃气恢复。 所以现在学到这里就知道，前面我在讲十二经络，苦口婆心的说，这就是它的本穴，这就是它的络穴，啊，这是它的原穴，现在用到了，啊，所以应用的非常的广，啊，那比如说有个人，膀胱经的这个我背痛啊，好酸的，一路下来，对不对？一路下来，然后来的时候呢，又大冬天。 穿了牛仔裤，好几件卫生裤，然后皮带绑住，对不对？那那怎么办？那我们尾中呢拉拉不起来，是不是那个我们老师我要下个尾中，可是他那个牛仔裤贴得很紧，对不对？拉又拉不上，裤子就拉不上来。那讲了，把他裤子脱掉又不方便，好，没关系，要变成躺在床上面，金生水，因为膀胱经的虚症，他酸很久了，这时候你下行间跟二间是不是一样是补？啊。 当你在做这五个门十个变化补的时候，因为下的是本穴，本穴你就不要管什么左转右转呐、啊，什么哈，这个这个飞机引气啊，苍龙苍龟探穴啊，苍龙摆尾都不要去什么乱摆，就挣扎的你左左转右转引到气就已经开始补了。但是这两个穴要,要一起下，知道？那一起下不是说你两针要死掉，你可以先扎行间再扎二间，怎么那么脑筋那么死的对,对？你又不伸四只手对不对好，那或砸二间二间再扎行间都没有关系。 但这两针就同时会留在身体里面，一碰在一起就是经就产生了。所以我常常在下膀胱经的虚症的时候，尾中都不用下，啊，直接砸行经二进。就好了。好、啊，那你有时候诊所病人忙，对吧？那正面砸完还要砸背面，逃逃过来我要砸你尾中，真的麻烦了嘛？多多下两针就结束，尾中你不用下了，哦、啊，速度很快，效果好不好？都是立竿见影的。 记得哈、哦，针灸都是立竿见影，因为你的针就好像杆子一样，啊、哦，立竿看到影子在地上，马上就知道。所以这是我们用阴阳五行来做补泻，啊、哦，再用平补平泻的手法，无所谓补泻，利用血的性来生土生金生水生木生火。 或者是泄土、泄金、泄水、泄木、泄火，对不对？这原则是你很活用啊，哦，不要那么死板板的 <coughs>。这是记的方法。下面呢，我们要介绍呢这个四种，哦，在针灸大神上面呢，他是写的青龙白尾，哦，还有。 四凤摇头，后面龙虎交战和龙虎升降，诸位先等一下。好，我们有飞金引气有四种，第一个呢，青龙摆尾，青龙摆尾，这个飞金引气跟刚刚那个飞针引气不太一样哈。第一个，我们原名呢叫青龙。 摆尾，哦，那针灸大神上面呢，有苍龙摆尾，你不要那么挑剔嘛，啊，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倒无所谓哈，文字上不是很很重要哈、哦。第二个呢，叫做白虎，啊、哦，摇头，啊、哦，原名是青龙啊，后来不知道谁把它改成苍龙，无可考了，随便了、啊，啊，只要手法对就好了。第、这个叫白虎摇头。 第三三个呢，叫仓龟，啊、哦，探穴，乌龟的龟，啊，这个字最不好写，这个、谁谁谁搞出来这个字很讨厌，啊、哦，像我写乌龟，当时写字的话，结束了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是结束了啊，都要写个这样子，好、哦，很麻烦，啊、哦，当然这是天际里面的哈，以后再有机会再说。仓龟呢，探穴。 当初元宁是青龙，就是因为“青”汉苍龟”两个是“苍苍”重复了，所以后来我们原来是青龙，那现在后来被人家弄成苍龙，要苍龟探穴之后就没了，不见了，你知道吧、哦？原来是原来有四个，哦，在第四个呢，叫做赤凤银，哦，赤凤银元四个，哦，非正气的话。 这个青龙摆尾呢，是补补的手法。什么叫补的手法？我们针下进去，你你会用到补，是不是虚症才会用补？哦，我们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对不对？虚症我们要用补的手法。好，针下到穴道里面去，比如说。 我现在是足阳明胃经的虚症啊、哦，那这个乳房太小了，虚症嘛，太太大哦，里面有硬块的湿症，呃，或者是牙痛。那偏偏呢，我们要扎虚穴的时候，你解溪穴不好下，或者是解溪穴没有，那你在足三里上面做，那三里是本穴啊，好、哦，虚症实症都可以在这里做。好、哦，那我们如果要做补。 千龙摆尾，针下到穴道里面去以后，哈，引到气以后，轻轻的左右转针，好，引到气，这叫做燃针。好，引到气以后呢，我们把针这个做针针尾巴，引到气以后呢，再针的尾巴，病人经是这样走了哈，腿这样，啊，这个腿，这个腿。 啊、哦，我们在砸了这个足三里，或者砸了这个足三里都没有关系，变成正面对着你，所以针上砸了足三里以后引到气了，青龙摆尾摇针柄左右摇，当你在左右摇的时候，就在补了，已经在补了、哦哦好搖搖，啊，你说啊，老师摇的好贵，我多摇摇啊，很热，补的力量越强的时候變，病人越热，啊，感觉是热。 那可能是被你吓到了，你怎么让他们咬我的真尾巴？好，真尾巴，啊，所以针我们找尽量细的，好摇嘛，很粗的，好你摇摇看，哎、呀，那个我不弯，这个肌肉在摆动，好，摆动肌肉更痛，好，用细的针，所以你实在摇的时候，针在身里面没有动了，但是你摇的摇的目的是什么引动气，这叫飞针引气，飞经了、啊、飞经引气，在经络上面用飞的方式，好，那这个左右啊，好，这是补的手法。 好，那你可以摇九下，比如说，好，一、二、三，这样，好，不是一、二，怎么着？一、二，好，三，不是一、二、三、四，不是这样子，好，这是青龙摆尾。再来呢，我们的白虎摇头，白虎摇头呢是谢。谢法。 好，泻、哦、法，泻的方法我们有四个字，歌诀是四个字，好、哦，退方进圆，好、哦，这个白虎摇头呢是摇铃，好、哦、摇铃状，我们那个摇铃掌晃那个铃是不是这样一直会一直叫用铃的？那针扎到穴道去以后呢？ 好、哦、做叉级的时候，退是方形的退，退针出来的时候哈、哦、做补线，我们现在做白虎摇头，做补线的时候方的那个针针针针尾巴在呈方的出慢慢慢慢慢出来，这然后出来到了顶以后要进针再回去的时候是圆形的这样进针下去，啊圆形的进针这是切，那会用到这种补线的手法一定肌肉很多的地方。 而且是用在原穴或者是本穴，你如果是子穴，当今的子穴跟母穴一般都在手脚边，手指头边、脚趾头边，就不需要什么什么这个这个青龙白尾了、白虎摇头，好，你摇了半天痛死，好，找肉多的地方，好，我们在本穴、原穴上面做补穴。好，再来呢，这个我们叫苍龟探穴。 张龟探穴呢？这个哈、哦，就好像乌龟呢，进入鳖啊，钻到泥土里面的像，啊、哦，这个鳖呢是无这個、在水池里面泥巴里面是无孔不入的哈、哦，乌龟也是一样钻进去，它进入土的像。所以我们是一退三进，啊、哦，叫做。 仓归探穴，什么叫一退三进？好，比如说我这个针扎到穴道了，好，这个这个是皮肤表面你扎到穴道了，对不对？左右左左右转了，啊、哦，气到了，变成二十三十三气到了，这个时候你要做仓归探穴，好，这种都是补啊，这是补。好，那退下来就退到皮肤表面，进去的时候分三次下针。 越越一次一次深，好、哦，比如说这个皮，这是嗯，好、哦，穴道在这边，这个皮皮层哈、哦，那你先扎了穴道，针扎了穴道以后呢，提出来，这个针先下了穴道，第一个动作，针提到皮肤表面上，的第一步，第二步呢，一进再进三进，好，实际上是一进这样子到这边。 再进是这样，应该这样的话比较准。第一次进到这边的时候，不是要再拔出来，不是，等一下再进一次，再进一次，三进。好，所以画的方法应该这样的话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啊、嗯，啊，第二进呢？第二进刚好碰到这个，啊、嗯，第三进在这边，啊，就是一进二进三进，这叫做一退。 三进，啊，这是常规探穴。有老师，这个人呢，生了一个硬块、皮块，好、啊，老师我们爆刺，这刺完了，很顽固，几块还在里面变软了，但是没有变小，对不对？好、啊，这是正面，你这面向下针，侧面从剖面看的时候，你一样针针柄这样针啊。 下到底下拉到皮层的时候，这样一进、二进、三进，知道我意思吧？然后再拉到皮层，一进、二进、三进，这也可以。哦，这个很强哦，很强哈、哦。我们去鸡块、去皮块都可以用。好、哦，也是一个一个补的手法。那、哎、这个刺缝摇头呢，就是刺缝银银元，也叫刺缝摇头，这是泻，好、哦、泻的手法。 卸的手法呢？我们这个跟这个一样，配方进圆啊，但是在配方进圆的时间啊，进、哦、圆，同时呢，啊、哦、摇动。 啊，针笔、哦，这是很好、哦，比较复杂一点。在退的同退退出来的时候，针字方方形的出来，进去是圆的进去。在同时在下身的时候，同时在摇动针笔，好、哦，刺缝银圆，好，那这个也叫做刺缝摇头。好，书上呢，针灸大师上面是刺刺缝摇头，好、哦，那这些都是这四个呢。 这四个非经引气的方法呢，就出自针灸巨音、哦《针灸巨婴》啊、哦，《针灸巨婴》啊。一般我们做完补这个针做完以后，像我们用手法这样做，大部分来说，我们做完手法就不留针了，针就拿出来了。 就门补的话，门把针孔按到；卸的话，就把针拔出来，不按针孔，都不留针。啊、哦，这个是用手法来很快让它完成。那我们临床上做的时候是，如果病人很急，比如说我今天看门诊，早上三个小时，一百个人，对不对？那怎么处理？好、哦，我们就到处飞啊，进里面号都做完结束。好、哦，那如果人不多，我们一个个做，一个做二十分钟，针下去以后留在里面，好、哦，留针，那就不需要做那么那么强烈的瞬间完成这个动作。 好当然，这些动作呢是可以缩短时间，就是缩短留针的时间。我们做完就可以取针了。好，<coughs> 那是看看人多人少。好，那在下面两个呢，就是龙虎交战和龙虎升降。 啊，重写过。龙虎交战和龙虎升降，啊，这两种相反的、不同结果的，好，这个手法使用的时机也不一样。你只要记得，中国人把龙当成九，老虎当成六。龙是纯阳，老虎呢是阴数，阴的数，啊，是六，好，这龙九虎六，哦。 这种针刺手法，那龙虎交战呢？这个龙虎交战的三步，我们现在讲三步，各位就知道了哦。天、人、地，这么三步。哦，在三步这个上面呢，一补一线。哦，所谓三步一补一线，就是比如说我这样扎这个天步，针在天步里面哈。 就是皮，这是骨，还或者是筋，这是好、啊、皮下到骨边的这个分三个天人地，我们一针下去引到气以后，我们再引到气以后提出来提到天部这边，在天部这边呢，如果顺顺着气脉右转，快转好回来，快转快，用连转法，不是不用擦皮法，连转好先做九次补，再回。 做六次的线，好，然后做完以后再到人部做九次的补，六次的线，再到地部好做九次的补，做九补好六线，就是所谓三步都有一补一泻，好。那平常我们做九、做六真的是很复杂，我平常做一了，哦，一个补完了就做一个线，这是最最快速的。精神上面是你看上面书上、就是三步都是一补一泻，有没有？ 有没有做九？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做真正的要做完整是六汉九，好。那平常呢，你做一个补，做个泻，人天不做，还是做地步，一补一泻，然后再做一个人步，一补一啊，天人地这样做三步，一补一泻。哎，在龙虎交战的法都是用连转法，好连转，好连转法。 那在龙虎升降法呢，就是插提，同样的在三步，啊，做一补一泻，好，那气滞以后，插提法做完以后呢，做完以后我们一般把针呢提起来，比如说这是皮层，这是地部，我们一般提针提在天部这边，啊，天部这个地方就提在放在这边等，就让它气一直在循环。你做完补泻以后循环，那目的呢？ 这个龙虎交战，它的目的是主止痛，强烈的疼痛。那不管这个痛是头痛、牙痛，还是肝癌的痛、癌症的痛，那癌症的痛很厉害，或者是意外伤害的痛，好、哦，意外伤害的痛，通通可以用这个龙虎交战。龙虎交战，哈、哦，就是止痛很强的一个镇痛的一个手法，好、哦，镇痛的手法。那这个。 龙虎这个升降呢，龙虎升降的方，这个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当你的关节，你我们要气要、啊、经过关节啊，关节卡住了，气过不去了。比如说有人脱臼，或者是骨骼断掉了，骨头断掉了，哦，那气过不去，我们知道关节有阻塞，我们会用龙龙虎升降的方法让气过去。所以这个时机大部分都是用在外科伤科很严重的痛，同时气机堵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去使用这种方法。 一般这种这个龙虎升降的方式呢，好就是擦提法，天不人不地不擦各做一次的擦提法，这个是龙虎升降，是我们用在我刚讲关节脱臼或者是有风湿关节关节肿得很大，我们气过不去的时候我们用。好交战呢是用连转法，啊连转法，但目的主要目的都是止痛用的，好针灸的麻醉，针灸的麻醉，针灸的止痛的手法，好原来的名称呢我们就称为龙虎交战。 那、啊、骨头没有裂的话，你龙骨胶带就可以了。好，麻醉的效果很强。好，麻醉效果。好，我们休息一下。一路漫漫，披荆相伴。